内角球拉得非常结实，在右半边留不留得住。哇哦！传山大响一开赛就敲出了首局，首打席全垒打，帮助日本队现在取得了1-0的领先。哦，两天内了，24小时内哦，有了。昨天第二个打席应该超过11点了啦，哦，所以哦，两天内3发全垒打。呵呵真的太可怕了，传山现在的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烫啊！嗯，这个打击的状况跟现在台湾的这个天气一样啊，热啊！哦，其实传山在昨天表现很好之后，赛后有说，2023U12世界杯少棒赛7月28日起，请锁定公视家为台湾小将加油。